他是精通爆破的。对，之前如果有上过的话，也是在世锦赛上没有轮换的情况下而打的，打的其实也还可以啊。117，给到了主教练117，健身好呀。对方给到了 RNGM 的巡，之前也是打过一段时间的选手啊。对，那其实RNGM 的不仅仅是训有，不仅仅是训在做执教啊，他们的整体的教练的团队也是很强的。阿斌好像也有。对。而且阿斌刚才有提到嘛，赢 solo 的话就有可能要选一个枪钢的图了，有可能是靶场。不一定。猜不了啊！现在 RNGM 我们现在主要是感觉变了很多东西。刚才也给到了蒙瑞，昨天一手 SVD 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惊艳的印象。对，蒙瑞的话也是慢慢在被开发出来啊，他的潜力是无限的。啊，打打招呼。年度狙王啊，2021年度狙王。下位给到了熊熊，S2 爆破击杀第一名小熊熊。昨天小熊熊应该也是拿了一个 MVP， 对，在那一场翻盘之战当中拿下了 MVP。 太阳神，看一下今天 RNGM 究竟是只有一个太阳呢，还是说众星闪耀呢？阿斌好久不见了。阿斌这个头发像那个羊驼之前那个非常帅气的侧刘海啊，很帅啊。 Allen 刚才 solo 也是为队伍拿下胜利，毕竟坐在三号位嘛。南帝，我记得之前南帝的话是有在热点上有这个轮换的好像，但现在来到了爆破，最后又给到了 power。 power 一个非常稳定的霰弹枪手，对，他的招牌262。我们之前如果看到在 SE 的时候，其实 power 这个点还是有一点